不错呀。锻造兵器，除了手艺和铸造的铁器是否优良之外，气候也非常重要，需配合天时。一年之中以春秋两季为最佳，夏季燥热，冬季阴冷，皆会影响天时。尤其是农历五月，俗称毒月，聚集各种毒气，而七月则为鬼月，代表治邪之气。除节气之外，天阳亦有属于自己的最佳时辰。你在亥时铸剑，说明你生肖属猪。我说的对吗？我亥时铸剑，是因为我不愿意跟那些没用的蠢货，像他们那样偷懒，不愿意跟那些蠢货住在一个屋檐下。你生性放浪不羁，你的家人才会离你而去吧？我是铸剑的，我听说你能开300斤的弓，哼，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，会说的人多了。能让我见识见识吗？你行啊，真有本事，我开眼界了。是我开眼界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剑。三翼三棱，簇锋短而锐，大大提高了剑簇的穿透力，还有杀伤力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我做的剑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的。打蜈蚣山，没你的剑打不赢。你给我做1000支箭，打下蜈蚣山，我记你父亲一大功。行，岳大哥，从今往后我听你的。大哥，大哥，张勇来信了。怎么说？张勇说他最晚后天天亮之前就会回来，还会带来蜈蚣山的地图，让将士们随时候战。是。哎，看来你的饭碗要被他抢了。真是只好剑呀，大哥。看不出来呀，你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竟然能做出如此精细的剑来。怎么不服？咱比一比。我服，我服。虽然杜帅给咱们的人良莠不齐，但只要用得好，个个都是有用之才。岳飞为何手下只有30人呢？我听说他们不愿意跟着岳飞送死，被岳飞赶走了。看岳飞训练的30人，就能看到岳飞有带30000人的才能啊。是是是，走过去看看。见宗帅。好，快快请进，快快请进。岳飞啊，你干得不错，老夫先前答应给你100人就给你100人，不足到老夫的帐下任意挑选。谢宗帅。
些不错，好来的时候买一些。快点走。嘿嘿。各位乡亲父老、大哥大姐们，走过路过可千万不能错过啊！尝尝看啊，好香啊！来，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啊！让人家快点，你快点吧。秦夫人，咱这东西买的差不多了吧？差得远呢。哎呀，自家酿的酒真香啊！这位大哥，你卖的是什么酒啊？姑娘，你可真识货呀！这是我家祖传的佳酿啊！来闻一下，你也闻闻，百里飘香啊！哎，我不瞒你们说啊，这酒啊，只要顺风喝，能香传百里啊！来闻闻闻闻，吹牛不着边儿，就吹你吧，吹吧你条！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来来来，尝尝看，尝尝看啊！哎，秦夫人。这酒咱寨子里多的是，你想喝多少有多少啊！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咱还是回去了吧？啊！哎，这位兄弟，一看就是条好汉啊！这面容，这身段，眉宇之间散发着英武之气啊！一看就是能成大事的人啊！来来来，酒量肯定好啊！尝一尝，这多不好意思嘛！哎，这位兄弟，你也来，你也来一碗啊！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啊！这酒好香，真的好香。来来来来来，不错吧？啊，哎，是不错，好酒。那当然，干一碗，王总，来。啊，再来一碗，好，我也来一碗，好酒量。来来来，我也给你再来一碗。大哥，怎么了，大哥？啊，大哥。没事，不会吧？这酒量就这么一点点？这酒，哎呀，这还说是英雄呢？怎么酒量就这么一点点？没问题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啊，我给你拿醒酒汤去啊。等一下，兄弟。没问题。大哥，你平时不是挺能喝的吗？怎么就一碗就把你撂倒了呀？你才喝。大哥，醒醒啊，大哥，咱们该走了。去，就会吃喝拉撒的蠢材，快给我带五百，不，带一千人去找，找不着。要你们狗命，滚！啊，是是是，走走走走。还好，把你给救出来了，没事吧？啊！不要跑了，谢夫人，走。谢夫人，大王待你不薄。是那个男的，打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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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下去！不会吧？来！
还好，这条蛇没有毒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这条小命可就难保了。谢谢姑娘。谢什么？是我应该谢谢恩公才对。哎呀，别叫恩公了，我也是误打误撞才进的蜈蚣山，还好救了你。哎，对了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百年修得同船渡。认识姑娘，是我张用的福分。我自小便跟随父亲走南闯北，经常会到一些陌生的地方，所以练就了过目不忘的本事。这条路我来的时候走过，我就一定能走得出去。只是今天天色已晚，等天色稍亮，我便能记起出去的路了。这样吧，你坐到船舱里面休息，我就在外面，外面风大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不过我们还是把蜡烛给吹灭吧，万一贼人发现我们的行踪的话，我们二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大哥，恩公多虑了，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有何不便啊？只是我从小就怕黑，所以啊。我把谁给带回来了啊？大哥，此行颇费周折呀。大哥，这小子可能了，不光是自己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个大姑娘呢。哎，行啊你。大哥，这件事情呢，回头我再跟你细说。哦，大哥，你们先看看这个，来。这个呢，就是蜈蚣山的地形图。这个山寨地形偏高，不易攻取。在寨子外面的这一块儿，有一片芦苇荡，那芦苇有一人多高的，不认识路的人进去容易，想出来可就难了。这可是一片天赐的迷魂阵呢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别着急啊。嗯，我已经想到解决的妙计了。这次我带回来的那位姑娘啊，特别熟悉蜈蚣山的地形，她已经将破解迷魂阵的办法告诉了我。那里啊，有一条小路。这条小路呢，有个天然的屏障做掩护。我估计蜈蚣山的人呢，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小路。这姑娘有不寻常的本事啊。嗯，哎，张勇，嗯，我得问问你啊，这姑娘不会是蜈蚣山派来的奸细吧？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啊！哎，张勇，来来来，啊，哎，辛苦了，兄弟，来，先喝口水。哎，牛狗啊，嗯。我说人家张用的心思比你的可细得多得多了。那不一定。哎哎，张用，嗯，你这回呢倒是立了一大功，带回来一个活菩萨，等于是活地图。哎，是吧大哥？有了这条活路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出发。牛皋王贵复姓。在。传我的令，让将士们待命，
一个时辰之后，咱们兵发武功山。一个时辰，一个时辰。大哥，这紧了点儿，我们准备呀，太急了吧？大哥，是不是太急了呀？我，三天之后，天色有变，李煜我军伏击，天时地利人和呀。大哥，你讲清楚啊！大哥，哎，算，大哥说让行动，那咱们就行动，是吧？那咱们就做准备吧，啊，哎。大哥说的准没错啊！走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，叫“百年修得同船渡”。看清楚了没有？看清楚了，来得正好，让这帮小子尝尝我们蜈蚣山的厉害。传令下去，加强戒备，有情况立即来报。是。你们确保万无一失？没问题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岳飞是跑不掉的。喝酒，来，好，来，干，干。别过来，我中机关了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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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。别过来，我中机关了，不要过来。哎呀，啊，嘘，小点声，让别人都听见了，祖宗。哎，这哪有什么机关呢？吓人啊！啊，还真是啊！哎呦，吓了我一跳啊！大哥啊，我中机关了！看你不大三粗的，是男人吗？你这死酒鬼，不懂就别瞎说。我跟你说，这蜈蚣山可是机关重重。最恐怖的是满山都是蜈蚣，要不然怎么叫做蜈蚣山？走了，走，快点，这月，快点，快走，月，进去，快点，进去，干杯，老实点啊。知道了，回去，跟上，快！牛叔，我想尿尿啊，牛叔。哎呀，你个大老爷们儿，害什么臊啊？要尿就在这儿尿。你们这么多人看着我，尿不出来。这小子。大哥，救我！你没事吧？
狗子，狗子，干什么？别乱动！趴下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狗子，别站起来！啊！狗子，别乱动啊！别站起来！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怎么办呢？救我啊，牛叔！大哥，快救我！牛叔，牛叔，牛叔，我疼！小子，我倒想看看你躲哪儿了。大哥，大哥。狗子，狗子，狗子，你撑住啊！我想办法。救我呀，大哥！牛叔，救我呀，牛叔！抓住大哥！狗子。抓紧了，狗子，你松手！抓紧了，千万别松手！大哥，快救我啊！大哥，狗子，狗子，狗子！大哥，大哥！自不量力了，区区一百人要劫我们山寨，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。我们干脆下山把他抓了。再等等，他们既然进得来，肯定有所准备。不过，他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，跑不掉的。报！报告大王，那迷魂阵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上山的人都不见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看清楚了没有？回大王，看清楚了，的确都没了影儿。难道岳飞还会什么隐身术，像孙猴子一样变没了？继续守卫，提着脑袋看紧点，如果出现什么差错，拿你质问。是是。在这里做了记号，怎么就不对了呢？哎呀，别啃你的破图了，狗子就是被这破图害死的。哼，狗子，张佑哥哥真的没有想害你，大哥，对不住了。我是真的想把兄弟们带到蜈蚣山的。兄弟们，我张佑对不住了。
看来我们要攻打蜈蚣山的消息已经被人泄露出去了。那大哥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我们只有上去把他们全部都引出来。大哥，我去当诱饵。哎呀，你待着别动。你去什么去啊？你不知道蜈蚣山有多少人吗？有8万人呢。我们现在有多少人？你也少说两句。大哥，你说句话呀，咱们总不能一直被困在这儿吧。大爷，我兄弟肚子疼，都快疼死了，你快看看。快换衣服。兄弟，快换衣服。想活着打赢这场仗吗？大哥，你大哥，thank you.
怎么办？等的就是他们。兄弟们，有活干。有埋伏。牛棒，我以前也是山贼啊，你总不能把我也给杀了吧？哎，我这有没有说你，说他们呢？哎，宋江用啊！大哥，大哥，救命啊！饶了我们吧，跟他们说说，饶了我们吧，大哥。大哥，他们以前都是我兄弟，饶了他们吧。大哥，饶命啊！岳大爷，饶命啊！想活命吗？想想想想想想。带我去见你们寨主。别事了、啊，来人何人？告诉你们家大王，就说岳飞来了。他们两个要还算是条汉子的话，就出来跟我单独比试一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让我们大王和你比试？我不算什么东西，只是比你们两个草包缩头乌龟大王强一点而已。他们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可就派人去掘他们家的祖坟了。你这么狠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你给我等着。大王，你娃儿的，想把老子饿死啊？你就岳飞，你还没死呢还敢来？有本事就单挑独斗，打完了好叫老子们回家吃饭，在这儿耗着算个屁本事啊！大哥，别理他，这小子是相州第一武士，你不上。你们就投降吧，我们已经把你们包围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已经把你们包围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没你们投降吧。千金勇士这个背挂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，必须快点离开这里。好像已经打起来了，打得这么凶，到底谁能赢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岳飞功夫了得，大王岂是岳飞的对手？哎呀，怕什么？我们山寨兄弟那么多，大王一定会抓住他们的。对了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万一岳飞他们给大王抓住了，他岂会饶过我们？是啊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快走！快走！Yeah!
岳飞，哪里走？岳飞，你跑不了了。哎，你们两个别看了，我只是不想损失那么多的兄弟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两个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，你们两个人对付我一个，如果你们赢了，我们所有人归你处置；如果你们俩输了，带上你们的人马跟我回军营。大哥，让我杀了这两个山贼，给狗子报仇。等一下，他们俩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呢，把他们先带回去。是，大哥，走。大哥，大哥，山那边发现拓跋野武的踪迹。擒贼，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！拓跋耶乌，你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？当初若不是你派人暗算，刘葛将军岂能身中毒箭？今日你落在我手里，也算是天意，一命偿一命。你自己跳下去吧。岳飞，你的身手我算是见识到了，你若是带着这帮兄弟顺了我，这辈子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拓跋耶乌，今日不除你，日后必有更多的祸害，不必我们兄弟动手，你自己就地自裁吧。跳吧。岳飞，求你放了大将军，我替他赎罪了。兄弟，好一个大金的尚武之士，你作恶多端，却害了他替你冒死赎罪，为了他的忠勇之举，你还不跳下去为他陪葬吗？岳飞，你要是有种的话就放我一马，日后疆场相见，一决高下，以夺旗鼓啊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放屁！我们一百人打你们八万人，你还舔着脸说以多欺寡。就是啊，他娃二的。大哥，让我砍了他的脑袋祭奠刘将军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你不用激我，我今天可以饶你不死啊。大哥，这但是我要你回去给我带一句话，告诉你们金人，我大宋从今天起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岂能容你们侵犯？大哥，不能放了他呀！今天放了他，下回想抓他就难了。是啊，大哥。
大哥，不能放虎归山，不能放虎归山，不能放虎归山，大哥，不能让他走，收兵，大哥，大哥，宗大人，岳飞奉命捉拿急欠急勇，得胜回营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区区一百人呐，就绞山拔寨，端了急欠急勇的匪窝。宗帅真是有眼光啊，岳飞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呢。宗帅，宗帅，岳飞押着几万俘虏回来了。好，快快迎接。好。宗帅啊，是啊。启禀宗帅，匪寇头领急欠急勇，已被我军生擒，其所率匪众八万余人，决心弃暗投明，投降朝廷，望宗帅定夺。岳飞啊，你不辱使命，扫平匪众，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！真所谓敌虽众，可使无斗，屈人之兵而不可战也。岳飞，你做得好啊！没有宗帅赐给我这一百精锐，没有他们的齐心合力，奋不顾身，吴宫山是拿不下的。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大家伙的。当初我把剿灭吉家兄弟的任务交给你，就没有一个人相信你能带着这一百人活着回来，更没人相信你会大获全胜，凯旋而归啊。岳飞听命。在。今日我把这一百人交给你，你要把他们训练成英勇无敌的敢战士，我相信终有一日他们会成为我大宋的精锐之师。是。谢宗帅。谢宗帅。今天晚上每个人都必须喝酒，我告诉你们，不喝趴下，不许回去睡觉。好。不喝趴下的谁都不许回去睡觉。好。干了。干。干。走，一起啊。干了。
吴主，这个战车叫什么名字？还没有想到合适的名字。老二，你平常不是喜欢舞文弄墨的吗？你说叫什么？佛曰：浮屠佛也。观音娘娘高坐于莲花宝座之上，手持九级浮屠宝塔，妙相无穷。老二，你啰里啰嗦念什么经？到底想说什么？浮屠乃是具功德之局，我看这东西来势汹汹，必要杀害多少苍生，罪过罪过呀！浮屠浮屠，金戈铁马，我看就叫铁浮屠。皇上，你以为如何？好，就叫这个名字。这铁浮屠假以时日严加训练，他日必能所向披靡，横扫疆场。好，吴主，你抓紧训练。南下之日，我们要大规模运用铁浮屠，让他们看看我们大金的天威。皇上，以我们现在的骑兵，一样可以大获全胜。那些南蛮子根本就是绣花枕头，不堪一击。战寒，轻敌可是兵家大忌啊。吴主，你需要多长时间？就给我半年的光景，练就这个本事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，那我就耐心等着。今天先看看这铁浮屠的威力。是，皇上。我东路大军自燕京出发，西路大军自太原出发，两军会师于黄河以南，行动迅速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，走吧，野武，末将在。走吧，两军交兵，阵前联络极为重要。你打算如何啃下象州、磁州这两块硬骨头？说出来让大家心里有个数。是，承蒙大帅信赖，司末将在阵前就通敌之权，让爷吾对磁州象州之情势颇有定夺。好，指出来让大家看看。是，这攻打磁州和象州可以由三方面出兵。第一，东路军从大名府军部出兵。第二，西路军由太原军部出兵。第三，东路军与西路军会师之地经过新乡和汤阴，直取磁州跟象州。如果三方面都不想劳师动众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这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吴公山的急欠急勇，让他们下山举事，兵犯二州。
你可安排妥当？末将已经布置妥当。好，皇上，您意下如何？吴珠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我有几句话想和拓跋业务说一说。战寒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拓跋要是有什么不妥之处，该打则打，该罚则罚。好，拓跋业务，吉氏兄弟拥兵八九万，为何要帮咱们？没那么便宜的事吧？哼，四太子英健，两人已列出明码实价了。哼，有了明码实价就好办。怎么个要法呢？这磁州归汪伯彦，急欠料定五天就可以拿下，索价50000两。相州归宗泽，急欠料定必有苦战，索价15000两。两处一次拨付，共20万两。末将等着这20万两银子办事。你这是向我要白花花的银子？越快越好。好，谢谢四太子。老四，这个够快吗？你要教训我的人，是不是也得给我个说法？那我就给老大一个说法。好大胆的狗奴才！吴公山清风寨起了大火，急欠急用，关进相中大牢。你胆敢跟我要20万两银子，还说一次拨付？呸！拨付给谁呀、啊？是拨付给你拓跋叶公吗？太子，太子饶了我吧。大家看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堂堂的大金先锋官，被宋人一个小小宝义郎给擒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太子，太子饶了我吧！今天要不是不想扫了皇上的兴致，我一刀把你砍成两段。太子，太子饶命啊！太子饶了我吧！太子饶了我吧！太子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大帅，大帅，大帅救我呀！大帅救我呀！大帅，大帅，滚！谢大帅，谢大帅。吴珠，啊，谢皇上。大敌当前，我们自己可不能乱了分寸。拓跋叶无这个狗东西，他居然想诓骗我大金的银两，罪不可赦。不过他刚才说的策略，我倒是听进去了一二。不知道你们几个有何高见？皇上，那宋兵本来就不堪一击，如果再有了老四的铁浮屠，我们大金的大业就指日可待了。我认为这个时候就应该趁热打铁，趁着我们东西两路大军合并在一起，兵强马壮之际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浩浩荡荡地杀入汴京，让大宋的狗皇帝好好见识一下我们大金的威风。好，这汴京城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，我们要把它攻下来绝非一日之功。再说就是攻下来了，那些个汉人的心也不会归顺我们。
不过我们就留下个烧杀抢夺的恶名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反戈一击，我们就成了败军之勇了。看来这么多年你长进不少啊，城池已攻，人心难测，现在你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真为你高兴啊。好，谢皇上。这些打呀杀呀攻城略地的我都不懂，我只知道要想真正的打击敌人，就得从他们内部花力气，不动一兵一卒就把他们给制服了。老二，你别说的那么玄乎的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皇上，我这里有一封乞和信，是个叫秦桧的人送来的，这个人我们可以拉拢，有他做内应，我们占领宋地就有了更大的把握。秦桧？对，就是宋廷的智多星秦桧。现在看起来整个南朝官员之中能为我所用之人只有此人了。这种狗血小人，今天他能出卖他的主子，明天就会在我们的心窝子上插刀，绕什么弯子，我们只需要直接杀进汴京，杀他个三天三夜。罪过呀罪过呀，现在我军直入大宋腹地，前方未定，后方未稳，各路秦王军马正在赶来，随时可能切断我军的后路啊。依我之见，不如见好就收，咱们拿银子走人。老二，你要是怕了你可以先回去，反正我是要杀进汴京去的。吴主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打还是要打的，和也是要和的。宋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围城必缺，就是说围城的时候要留出一个缺口，让敌人想逃跑，所以打的时候呢，他们才不会和我们拼命。秦桧那封信正说明了他们是惊弓之鸟，和议是可以的，至于合成合不成，就是我们说了算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赔款黄金500万两，白银5000万两，牛羊10000头，绸缎10000匹，割让太原、河间、中山三镇，合议之人必须是大宋丞相以及一名亲王。皇上不能答应啊，金人狼子野心，胃口只会越来越大，与其养肥了金人的胃口，不如背水一战，胜负尚未可知啊。皇上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金人以4万人马一路南下，如入无人之境啊。